中国这么大，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，这很正常。人权保障啊，就全世界来讲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时间不要晚了。我的心，中央政府的心，和香港同胞在一起。习近平强调，要坚决贯彻党的治疆方略，奋力建设美好新疆。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，万岁！不离死。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。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是高端人才；你要不需要，你就低端。伟大、光荣、英雄的中国人民，万岁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。新中国联盟最重要的是叫威震不破，正道主义。消灭所有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消灭中国共产党，和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民。